香港建造学院的训练特别注意安全，质量亦更高更严格。我们有设计模拟挖掘机上落牌卡卡车的操作训练，又会利用合适梯具上落货车车斗，达至安全至上。另外，工地近设有吊运危险区域，只有机器先可以进入，大大提高学生的安全意识。除此之外，学院在进行不同起重机训练时，会采用不同方式，好似操作起重机咁，履带式固定吊臂起重机能够以高技巧操作吊臂，譬如将石头搭高，最高仲可以搭到六粒垂直添。而履带式和轮胎式起重机就会利用模拟器虚拟吊运大型物件，狭窄街道、高空吊运，透过虚拟实际环境操作机械，够安全又有真实感。在这里学习钢筋屈扎，除了学到工艺技术外，训练场有小型自动化屈铁机。学院的安排真的很全面，保证有最 top 的技术水平啊。香港建造学院注重创新及科技教育，有不同设备做模拟操作，在不同范畴提高并且奠定行业新标准。